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at the world would look like if you were the size of an ant? Welcome to the macro world. This is Ant Hill, where hundreds of ants work every day. But there is one extraordinary ant. Meet Florentine, the inventor ant. He hates all this routine work so much, he invented a mechanism that does the job for him. And it's not just to make his life easy, but in order to reach his long-cherished dream. The dream to see the world. Good 观众老爷们好，这里是神奇陆夫人上台，先向大家鞠躬。今天陆夫人我给大家带来这样一款解谜冒险游戏，这款解谜冒险游戏的英文名字叫做 Antventure 啊。之所以会玩这款游戏的原因，是因为这款游戏是陆夫人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逍遥那个散人他推荐的。怎么说呢，经过多年以来陆夫人我玩过逍遥散人推荐的游戏呢，他每一款游戏都会让陆夫人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啊。什么一千零一个刺啊， Cloudberry Kingdom 啦啊，还有某一个一踩就死啦，嗯。但是散人他跟我说这款游戏他比较适合我，而且是解谜冒险游戏，大概也许可能不会看见我们所期望的那些东西吧。那么让咱们开始吧。随着蚂蚁对于陆夫人我这一声声的不屑，我有希望不会发生。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at the world would look like if you were the size of an ant? Welcome to the macro world. This is Ant Hill, where hundreds of ants work every day. But there is one extraordinary ant. 那是我们主角了。Meet Florentine, the inventor ant. He hates all this routine work so much, he invented a mechanism that does the job for him.And it's not just to make his life easy, but in order to reach his long-cherished dream. 暂停一下，我得把我自己抬起来点，我觉得可能有点挡下面这个弹幕了，不是弹幕，下面这个字幕了。啊！好像跳过了一点，反正总之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大致的剧情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蚂蚁世界，大家都知道这种普通蚂蚁就是在刨洞，然后去那个把整个土质弄得松软，让其他的蚂蚁生活嘛。我们主角可能是无数普通的蚂蚁中的一员，然后呢，他会给自己搞一点这种小发明啊，让自己不用去做这种事情啊。右键是提示，然后除了点击以外，还可以合成。哦，这个。这个画面的风格有一丢丢，就那么一丢丢的像机械迷城啊，看玩起来是不是一样的，就是说看我们主角是边移动边那什么呢，还是他说不让我们点这个东西啊。哦，看起来这一只不甘平凡的蚂蚁，它似乎是想要去旅行，看它偷的这几张邮票，它好像是要去巴黎啊。哦，看来是他的机器坏了。哎，这个蚂蚁文托这个意思好像说他是一直在做着旅行梦的蚂蚁，但是苦于这种现实，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去旅行，也就只能这样虚无度日。但是其中有这么一天呢，我们这只拥有上帝之手的我们，把他的这个弄出这种锯末啊，这个不是什么松软粘土，我才发现他底下有木头，所以应该锯末，把他弄出这个锯末机是我们给弄坏的，所以说我们要负责帮他把锯末机修好。
We want to。 好吧，然后在这边互动说要他上来，好，拿到。我记得他哇，他整个机器这是要崩的样子啊。好，看来可能是要给他弹起来。这是举给了我们吗？我能给他垫起来吗？哦，果然也是这样的一个设定。这样的话，嗯，的确是这个宇宙历险记，或者叫做这种机械迷城 like 啊。我其实这么说只是方便于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的去了解这款游戏，这款解密冒险游戏它是一个怎样的类型。但实际上它跟这个机械迷城，或者是说跟这个银河历险记啊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哦，也这种东西，哦，它这里这是神解释啊，因为我们蚂蚁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带，所以它这种东西其实是交给了我们啊。它是打破了次元之障壁啊，打破了起源之墙，是在来跟我们进行交流的，这样子啊。也就是说，总之咱们给这个支起来了，其他的这个梯子可以拿吗？也就是说咱们的目标是要帮他修啊，也不是修，我觉得是应该是帮他找一个新的齿轮，让他的这个机器重新工作起来，这样子。哦，这样的话就可以下来，但是下不去。没关系，咱有梯子，但我觉得梯子好像没那么长。哎，好，出现梯子。好，果然还是不行。刚开始的新手教学有说，这样加这个可以合成绳梯，然后把绳梯放下来。哦，哎，长度刚刚好，这样就可以下来了。这个还能再拿一次吗？哦，这个东西可以拿，藏在他这个披萨饼斜塔背后的。哦，是一张美女的邮票。哎，这总之我们这位要去法国啊，也不光是法国，应该是法国、意大利、美国都想去啊。哦，很害怕。哦，看来这个应该是算是士兵一样的一个蚂蚁，他进攻。哦。Let's go spy。啊，这样没有了灯的话就可以那什么了，但是他似乎不敢走。会被发现，把这个灯，也就是说要把这个灯摘掉，但是摘不掉这个灯啊。那咱先往右边走，我估计可能会拿什么东西给他啪给他打下来，这样子他可能也会被发现了。总之走一步算一步了。这也是另外一只啊，这个能拿吗？哎，这里有一个能拿的标记。说就是怎么样要防止他看。另外我们最终我拿了根针，有个勺子灯，就是在打瞌睡的蚂蚁。实际上有鼠标的话比较容易那什么，万一有一些互动点的话我可以去点一下。哎，这种东西他说这个意思应该是说我们小蚂蚁拿手是不能够拿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话可以拿勺子崴吧。哦，可以拿勺子崴，但是要把勺子给绷直了，看来可能需要什么东西给它绷直勺子，但是这过不去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大家注意到没有，那根伸出来的树枝，那根伸出来，哎，这根伸出来的树枝，它的整个画面涂层跟其他的地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没有想到陆夫人，我玩 ITFX Mandy 公司的一些解谜的方法也可以在这里使用。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走了。不行，那就只能回去啊！现在回不去，还得再点上这个，等他过来，哎，再走。哎，对啊，是不是说这样的？
我等他再过来啊。就是说，我们用这个 Florentine 去动这个，对，其实是咱们动的，咱们去动这个，然后那个大象，完了之后，往那么一回头一看，回头一看之后，他走过来，然后咱们这个文图过去把这个灯给他摘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你看他走了。摘不了灯吗？哎，能，哎，没点上，哇，他这个有点，他这个判定点，刚才他有出现，就那么一瞬间，我看到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手，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可能他这个判定点做的不是特别好，哎，有了，哎。啊，不是灯啊，是有一个人一直在，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应该能拿出来，看起来像是一个纽扣。好的，哎，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吧？哎，获得已解锁成就剥削者。也就是说，你是在敲自己脑袋，还是在敲这个东西的脑袋？拿不了。这样的话，我们多获得了一个这个东西。它这面这么空旷，应该能够放点什么东西吧？这样的话，我才能走。但是我可以那什么了，我可以挖了，我有那小铲子了，小勺子，不行，得等。还好他这个游戏应该是那种触发式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他要过去去看东西嘛，如果你去用小勺子去挖他那个，我老愿说土，不好意思啊。如果你去挖那个锯末子的话，它这个肯定是不会回来的。你去挖锯末子的话，它这个大监工蚁是肯定是不会去回来的。好，哎，然后再走，它是一个这种触发式的。如果是那种带有难度向的冒险游戏的话，你必须得利用好时间。如果时间利用不好的话，这个蚂蚁会回来把我们主角抓死，会有这样的一个 game over。 我觉得散人推荐我的这个解谜游戏四，就是通过路夫人我现在所看呢，他似乎没有这样的一个 game over 的设定啊。他说这个是这个蚂蚁他这个挖的，所以说你不能当着人家面偷人家锯末的是吧，应该是。你看啊，再来，安睡吧。然后他就醒了啊。陆夫人，闭上嘴。哎，不对吗？我是在他是不是要等他，下去的时候再点呢？因为我刚才是看他就闭上眼睛我就点了，再等一次。闭上吧，哎，闭上了，准备。哦，好了。鬼睡小偷。这样的话咱偷到了三撮木屑，两拿了就这么有纽扣，不知道干什么，走不去。这个我知道，等会儿我点一下看看他会给什么小提示。
他说用什么东西去勾引这只监工蚁，去让他往这边走。也就是说他站在这方这看的话，我们主角是没有办法，我们主角 Florentine 是没有办法走这里的。勾引不是吧，他是个蚂蚁。好吧好吧好吧。蚂蚁喜欢美啊，也对，他这个角度是不对的。陆夫人，这是个游戏，你不要从很那什么的角度去考虑。你想想看，我们的，哎，哦，太黑了，哦，这样就可以了，哦，这样有个小细节哦，也是啊，刚才太黑了，他他妈看不见嘛，你这么你们听个话，这次他就应该能看见了，哎。哎，差不多的样子，哎，然后就可以走了。什么？走啊，走啊！解锁成就，矮胖子。这应该叫普通人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哦，他是说这样子，给他放个土。哦，他这个提示出现了，是要这样的。哎，这样就可以了吧？还不行。我看 ，no， 没有合成的，给他做个沙发，拿线，拿勺子，但是这样他说不行，知道？没有，也没有，这，因为是这样的，我。点完之后他说这里还是问，我不太了解他的这个小提示的机制，因为他跟我说按右键是大提示，也就是平时你跟他说话的话是有小提示的，就这样他能够坐得住吗？这样我就可以走了是吧？好，声东击西，赶快走走。我以为是要就像咱这后面有靠背儿，拿那个纽扣放在背后给他当靠背儿这样子的，结果不是，就直接可以这样放的。他这个提示稍微有点看的不是特别懂。然后我们的蚂蚁说要上树，蚂蚁要上树的话很好吃。哇，一只好可怖的蜘蛛哦，可爱又恐怖。看眼睛还是挺萌的，但是你看像这些毛就说他很怕。没有啊。来吃我呀！喂，来吃我呀！来吃我呀！哎，这脸有好大一滴水啊！没理我，走吧。啊，底下树洞通到上面，这样的话，我们主角就已经上来了啊！哇，这个树蛮有。年纪了嘛，上面都有很多的青苔，这些东西都拿不了。哎，你能往下走吗？哦，也可以的，撸在脚下往下走。啊，我的这个被你搞坏的齿轮在哪里呀？弗兰汀进入了动画。哦，这个看起来是那种女士。啊，也就是说我们最终找到了这个可以更换齿轮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女士的耳钉啊，女士的耳钉。但是咱要找这个耳钉的话，它那个乌鸦不让你找，也就是咱要干掉那个会的乌鸦啊。这什么东西看起来是能点的，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符号，但是咱往这么上面走走，看上面什么东西。拿了一个 iPod， 我的 iPod 是蓝的。啊，说要怎样让它掉下来？这个我们上帝之手就没有办法说把这个乌鸦的爪子给分开了。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 Florentine 来说，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那咱先，我觉得这里差不多没有了，先回去吧，看看有别的地方可以那什么的吗？哎，不是回洞里吗？他这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往左走，另外一条是回洞里，这样子的。哦，这里还可以往上。啊，看来这你得稍微注意一下。干什么东西？能拿吗？啊，没，不，看来是拿不了。哎，可以啊。啊，够不到。哎，话说我有，啊，说不够长，我有这个。你不要丢，你要丢我也会丢。这个可以吧？哦，够到了，但是掉下去了。那么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这个夫人所录给大家录制的，还没死啊，所录制的这个解谜游戏实况。那咱们主角摔死了，下次再，竟然没死，看起来他似乎是要说什么乌鸦要找垃圾箱，哎，等等，不知道，我们先去找那个瓶盖。哎，这就有小花，这个花可以拿吧？我看起来不太高。好的，哦，咱有这个了。睡眠药。哦，就是说我们主角 Florentine 这个蚂蚁是要拿睡眠药去喂那个乌鸦，把那乌鸦给喂睡着了，之后从他那个乌鸦那边把那个女士的耳钉给他拿过来，这样。他说这个药在哪里？啊，这个看起来是狗粮。狗粮？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蛹。够不到吗？没事，有勺子。也不行。那跟这个，这是啥？臭虫、跳蚤，不知道。啊，他说他吃东西噎到了，需要喝水。这个小设计，啊，东西都拿不了，得先完成这样的一个喝水的任务才行。啊，这个是那个我之前吐槽过的那个蜘蛛上面的那个大水泡，这种小的不行，它要那种大的。好好好，可以。那个它这个细节做的很有意思啊，它老这样的打嗝啊，它老这样的打嗝，是不是发出这个 pH 咆哮？然后我们这边就拿那种绒给它堵上，其实那个不是棉花，那个东西应该是它那个。你就当它是棉花好了啊。应该，其实呢，应该是那种虫子，那种虫子经常能够生出来的那种絮啊，应该不都是棉花，只是我不知道那个东西的学名叫什么。现在这里我记得可以向上爬，咱们去上面看一下。刚才我拿了一片羽毛，也不知道干什么。挨个都走一走。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回到一开始蜘蛛那里。蜘蛛那里我是直接下洞了吗？如果我往旁边走的话，是不是旁边也有东西呢？好，有加速步，可以拿不下来，嘟一个屁，说要一个刀，但是按照 Florentine 它的大小的话，我觉得它应该不会拿刀，应该是拿个什么比较锋利的东西。有可能根据玩这种就是所谓的微观的游戏，我觉得可能应该是那种我们男士一般用的那种剃须刀的刀片，应该是那种东西割。如果是老外的话，应该是用那种两头的，之后中间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那种老式刀片，我觉得应该是那样的东西。说要把他们给麻晕了。
等等，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他要马岛的，他要这样的话，他要马岛的是朝里那个呢？朝里那个会出来吗？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刚才那个提示说鸟在那里吃食，好像是说要把药片去放到那儿去嘛，那可能把药片放到那之后，把药片放到那儿之后，可能那些乌鸦会过来吃吧。进树洞，这边能走吗？哦，不能，这里倒是一条单行线。他说蜘蛛正在看着我，我没有办法直接拿。哦，他说要拿那个，他说要拿那个狗，那个蚕蛹狗去够这个水，不是我们去够，是说我们主角会被这只蜘蛛盯着来吃，所以说主角不能上，要让那只狗去偷摸去够这个水，这样。但那个狗我够不下来，我觉得是不是？我觉得吧，你听一下，你听一下，嗯，能不能组合一下？不能，他这个不太有逻辑，就是蛮无厘头。这个游戏不光做的，不光游戏内容做的搞笑，而且我们这个游戏的玩法也很蛮无厘头。这个。用一些比较传统的想法不太能够解开啊，稍微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意思，有一点点的难度。简言之，我们现在的最大的目标是要先把那只狗给弄出来。你这次不会掉下去了吧？鼠标滑了那什么一点，我看看能不能找到有什么东西去解决那个狗的问题。拿到了一个瓶盖，那这个也可以拿。能组合吗？不能。能给他俩绑一起吗？不能。这个先绑，也不能。那我。光拿这个树杈可不可以啊？是不是这个树杈就是够长的意思啊？我可以直接给它够下来，这样子。哦，可以。哦，这样我就有这个了。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拿那个蚕蛹狗。哇，这个刺好别扭。上一次见到这么别扭的刺是松鼠狗啊。拿这个蚕蛹狗去到蜘蛛那里啊，去到蜘蛛那里去，那个够那一滴水给他家的那个主人，臭虫或者是跳蚤，我待会儿。啊，不对 ，no， 那边是乌鸦，走这边，哎，下来。过来去够这个蜘蛛啊 ！Widowmaker Spear。哦，不是，它是直接这样的吧？不，别点，这么点好像是我直接要把这个狗背给这什么吃的一样。不行，他说他会弹飞。哦，可以了。哇，你这个狗的嘴好鬼畜，好异形啊！哎呀，糟糕啊！我的这个水滴掉在这个蜘蛛的脑袋上了。怎么样才能够让它下来呢？然后还要让它下来，给你花吃。怎么让它下来？不知道。
这张，它这个是那种互动式的，就是说我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关键的位置，它可以亮。水晶拿不了，咱让它下来。拿勺子摆着就行。我们主播他是怕的，不敢上来，想让他下来。我点了一堆，出来个成就代理人。这只长得可能但张嘴很可怕的狗啊，用花去勾引它下来，但是不够长，跟一个很长的东西。另外我发现它还有一题，就是你不用乱点，而是可以这样的，就是它会发光。另外我怎么感觉我做了一个轮子呢？家里有什么东西呢？家里东西我觉得该拿我应该都拿了吧。不得不承认路边有点卡住了。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东西我没有拿到。直接让他下，他下不来。我再找一圈。于是我又下来了，用一点点时间下来了。我有一个想法，果然，就是说啊，我如果有这个蚂蚁女王赐予的翅膀就能够飞了，那你要去哪儿就飞。不过我这个想法最起码实现了，我就是说我要人。还是要治疗他的这个打嗝的问题。这什么酒精不能去够，还是要解决他水的问题。这边肯定有东西，他不然的话不能给这么大一个井。就拿着药片放到这里，然后我们主角推这个小车给他推上去，然后呢用这个小车去给什么，用这个小车压绵药去绵倒那些乌鸦，肯定是这样子。但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了那种设定的话，我觉得可以再有另外一种设定，所以说陆峰我就走过来了。果然，我就知道嘛。如果有了之前用那个弹弓把那个松鼠狗给崩上去的设定的话，那肯定这种设定也是有的了。走！哎，用针打到了乌鸦的脚，乌鸦觉得疼，他就把这个 iPod 给扔下来了。然后 iPod 扔到了这面，但这面有另外一只乌鸦呀。你看我们的那个乱清楚清楚，滚啊！然后走了。解决不了乌鸦，我的齿轮究竟应该怎么办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吧。那怎么办呢？现在就
iPod 掉到这儿了。他说只看见了，哦，多了一个新的地方，很明显它的这个，你看没，它的这个涂层是不一样的，看到没有？哎，然后他就把这个这根树枝交给我，我看看能怎么能合适。哎，好，这样就可以把那个狗给弄下来了。解锁成就 DJ。明白了，肯定后面有那种 rock and roll, let's go 啊，这种去让那个蜘蛛呼呼呼，然后那个水就掉下来了。好，点，再走。我不想长大。没有了，这个其实是外国的歌。咱调是一样的，再来一次，还不够那什么。哎，能够调音量吗？我刚才我是在音量这里的。哦，啊，只有这样的一个按键，它只是那整个区域都是触发的区域，现在是第三首了。就下来了，但是拿不了。哎，我早就猜到了，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对呀，不对吗？他说我不能够直接接，要让它滑下来。啊，这样就可以了。那他再，哎，给我啊。之后呢，咱们再用这个花把这个狗给它。好，这样就抓到了。不过话说，你掉到了蜘蛛的蜘蛛网上，蜘蛛啊，这个蜘蛛听音乐听嗨了啊，直接 DJJ 起来了，没办法嘛。然后咱们就来到了这边，剩下这些东西呢，都去给它的主人啊，那个跳蚤或者是臭虫，因为它那是原壳贝嘛，所以说不是跳蚤就是臭虫，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我应该叫做跳蚤奶奶或者是臭虫奶奶，他有一个朋友叫做烈火奶奶，什么鬼。收，然后把这个水给它喝了。一把年纪了，不要老吃那么撑，咯咯的跟它打嗝，多注意身体。哦，这就是说这个东西啊，这个差不多就是跳蚤了。说它去各个地方旅行过，哇，好厉害啊！说你看他去我们的这个跳蚤奶奶，他曾经去埃及啊，埃及旅行过，爬过狮身人面像，去过狮身人面像后面的洞里面去拿了一架亚速的铠甲。然后呢，我们这个跳蚤奶奶还去过这个印度啊，去过这个印度，然后在印度里面学会了用双轮圈啊，还去过这个美国，在美国拿弓箭奔过骑士、啊、果然你看，然后还去过法国巴黎，爬过埃菲尔铁塔，在铁塔上用机关枪打过飞机啊。就说他是跟狗走的，他作为一个跳蚤嘛，跟狗走。
然后你看这边还去过这个意大利啊，在意大利的这个古罗马斗兽场里面啊拍过照，之后在古罗马斗兽场里面呢，他就曾经见过啊，他就曾经见过一个金色发光的圆球啊，这个圆球里面发出了异样的光芒，在这异样的光芒之下，有一个男的用袖箭捅死了一个女的，所以说这是大家所看的，这个是二代、三代、五代。然后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改名叫做一开始以及一个外传，什么鬼？哼，你不，拿不动，那我拿小的呗，小的也拿不动，我是不是可以把车给推进来？话说他还要什么？啊，我们主角想要他的丝袜吧，这是。他说拿他的狗来换，来给你狗。是啊，是啊。啊，老太太养狗，天长地久啊。然后我还把他的灯泡给拿了，这个灯泡可以放在脑后面。果然，哦好，这样就可以把安眠药给推过去了。但我要没记错的话，那个地方应该是在上面啊。对啊，难道是要拿丝袜做那个绳？是不是拿丝袜做绳给它吊上去？因为它的丝袜很长啊。对不对？对不对？但是有这么结实吗？不要小瞧动物的那个序啊！就在上面吧。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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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走，快点走。还能再上吗？不能再上了。那往这边走就看看。没有了。这儿的话，我有刀没有？他家什么等于让他睡着？哎，哎，实话实说，这不算陆夫人我推理出来的。我这完全是利用这个游戏程序的机制去得到的这个答案，就是当我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解的时候，我就一个又一个的把它那个东西往点上放，然后呢我看它哪个发光我就点哪个啊，我是按照这种方法解出来的，不过最起码解出来了。但其实仔细一想，陆峰我还是有个这样的一个大致方向的啊。好、哦，果然用丝袜倒这个倒是没错的了。快点快点快点，拿下来，是不是又够不到了？嗯，哎，我就知道会这样。也够不到勺子，拜托，大绳子都够不到，勺子能够到吗？那我看看是不是需要组合、啊、钩子加绳子和一根长木条绑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更长的东西去够，就有点像是我之前给大家做过几乎没有什么人看的那个日本的密室解密游戏，叫做密室解码，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很狗哎、欸、我跟你说，就一个就经常玩这种解密游戏的玩家来说，你这种用就是高处的东西拿绳子或者拿东西去怼去够这种 trick 的话，你用多了其实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重复啊。然后怎样上去？杠杆原理咯，定滑轮改变力的作用方向，这样可以让我们
那个使力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动滑轮不改变力的不改变力的这个方向，但是呢可以让我们省力啊。定滑轮加动滑轮就是非常完美的组合，因为有一部分力在那个支撑点位置啊。果然就是说他要在这里把这个东西砍掉，利用这个杠杆原理给它拉上来啊。杠杆原理，滑轮原理啊，解锁成就臭烘烘啊，大概是放指令的屁吧，什么鬼。没有刀，等会儿。有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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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刀。作为一个 ITFX Mandy 游戏的忠实玩家，此时怎么能说没有刀呢？有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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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刀。这个的话，真的得那什么，陆夫人，我可以稍微自负一点的说，这个东西你可能一般情况下没办法第一时间联想到啊。但可能有玩家说，喂，陆夫人，这种东西我早就想到了啊。那么我就是个傻子啊，神奇陆傻子再给大家直播一个解密游戏，名字叫做 Antivator，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你慢慢嗨去吧。有刀，有刀，有刀，有刀。不好意思，打扰你锯这个，不是砸这个木屑了。但是咱有刀了，玻璃刀。嗯，怎么了？刚才怎么了？不知道，好像是弗劳伦请他。哎，对对，那就这样摔倒了。就你说摔倒那么大声音，那个大的监控虫都没有注意到，实在是。好，过来。然后用那个玻璃刀去切那两颗坚果。松子吧。哎，切下来一个滑轮原理上来，但这速度也太快了。乌鸦来吃，乌鸦都来吃这个药丸了，这样的话就会睡着。哎，你看啊，嗯，能立刻睡着吗？怎么地也得来点。哎，好，睡着了。嗯，我明白了，我们的这个 Florentine 应该是想让那个机器工作来给自己锯木屑，然后自己就可以出去旅行了。哈哈，我懂了，我懂了。嗯，哦，嗯，结果一切是一场空。那么好的，我们游戏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这款游戏目前还在制作之中，这是一个庞大旅程的开始。我们小小团队已经在制作更具野心的第二章游戏了。不知道以后的游戏内容怎么样，很期待呢。好，这个是他们的游戏设计师，美术设计叫做 Moody。 这些人听的名字应该是一个欧洲的制作组。好， 3D 开发，呵，每个人的头像整的都很有意思。 Sherlock， 我不知道我在干嘛。Sherlock 就应该是他们那里面那个蚕蛹狗或者是那个什么狗的那个脸的模型，就是拿它做的了。
特别感谢一些人，再见。好，那么这款解谜游戏就给大家玩到这里了，等它后续有更新，那么再给大家带来接下来的内容。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陆夫人，其实我在给大家筹备另外一款全新的，不，那是一款很老的解谜游戏，但是对于诸位玩家们来说呢，可能是第一次认识，那也是陆夫人我接触到解谜游戏，不能说是第一款，而是第一款让我能够正式解谜游戏这一类型的解谜游戏。是的，陆夫人，我刚才用词错误，有点拗口。那么好的，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感谢大家收看，也非常谢谢散人推荐我这样一款游戏。哇，这次散人竟然没有坑我，你们知道吗？哇，散人就经常坑我，这次竟然他没有坑我，陆夫人，我这么稍微有一点点。